自唐圣历二年制县开始，散落在福清境内的古村落、古建筑，讲述着千年来福清人家的故事。今天我们就去看看福州寨堡代表性建筑东关寨，感受城市里的古村落屋檐下的旧时光。这是我的任务卡吗？巡抚官你好，请在东关寨里寻找收集到三个福文化的相关元素。 OK， 任务收到，出发吧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你好。这个寨子看起来好宏伟，你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不好？东关寨距今有280多年的历史了，誉为东方第一寨。东关寨位于福清市伊都镇东山村，清乾隆元年由何氏族人为防御盗匪筹资兴建，总长76米，宽55米，全寨由石城、环寨墙屋、前厅、主座、后楼、户厝、过水廊等组成。它依山而建，院落逐进地次升高，基座和墙体下半部为花岗岩，上半部为土柱，分上下两层，共99间，整体呈中轴线对称布局，三座并排。那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的门厅了，分为上下两层楼，门厅和正厅通过仪门来相隔，每逢我们的婚丧喜宴的庆典迎贵宾的时候，才会打开这一扇仪门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请到了东关寨的理事何真宗。我们一起去看看他。好。哇，何老师您好。你好何老师，今天要辛苦麻烦您帮我完成一个任务了，收集三个跟福文化有关的元素。这里有两张万福之图。万福之图、你看这有万只蝙蝠，就是跟福有关系。刚来就找到了一个福文化的元素了。我们这里进入主厅，东关寨的整座楼的中心点，每当办喜丧事的时候都在这里集体举行。这个是原来放旗杆的地方吗？我们这里有一套特殊构造的一种满转轮啊，挂布幔用的，办喜事的时候布幔拉开挂在固定的轮子中间会下水啊，用这个竹竿插在这个石墩上撑上去啊，这个下雨啊太阳来呀就不怕了。是我们前辈的智慧。这个就是一个晴雨大厅，它是用穿斗式的木架构，房梁上面的雕刻不是我们常见的木雕，它是立体的透雕，更为精致精美。包括瓷墩下面这都有各种形状的动物，每个都是不一样的，每个都不一样，各面都不同，都是跟吉祥如意啊、幸福生活的这种寓意和祝福有关。对对对，所以也都是咱们福文化的元素。对对，这边一个屋檐也很有特色的，形状像一顶官帽，中间一个是石榴跟多子，多子多福，旁边是钱币，再下面是花，希望我们子孙代代有钱花，也是福文化的一个体现。今天的任务完成喽。东关寨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军事防御建筑体系，防寨哨栏。我们一共有79个射击孔，瞭望孔的，260米一圈，四通八达的，它又可以去观察外面的情况，又可以便于逃生用的。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地上有3个小孔洞。对，在这儿。对，这是做什么用的？注水的，因为我们底下是大门，如果用火攻的话就可以注水。对，所以就相当于这个下面的大门一关，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地。今天参观了东关寨，非常非常的特别。首先在这个里面，我觉得是有那种浓浓的生活气息，也充满了我们祖辈们的生活的智慧，还有很多对子孙后代的一种非常非常真诚的祝福在。让我想到了一句话，就叫做以建筑载福道。对，其实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，它就有以各种传统的祈福来表达我们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景，大到我们的省郡州府的命名之类，都体现了我们的福文化。我们这里福建省福州市还有福清市
是三户之地，还有福鼎福安，我们还有五福临门的一个寓意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发现今天我的任务完成的特别顺利，因为这个里面福文化的元素简直是太多了。其实今天也是我们东关寨的一个大日子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哇，这里面现在这么热闹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今天是我们东关寨的上元节，在每年正月二十三日，距今也是有280多年的历史了，从不间断。这个是东关寨特有的一个日子，是不是？对，在这一天，迁徙在外的寨民们会带着我们的祭祀品、贡品之类的，回到寨子里面迎春接福，也是非常热闹的一天。这里面还摆了好多的贡品，能不能带我们去参观一下？我们去看一下。好，走。哇，好丰盛的贡品！这边就是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的，每家一份。啊，每家一份。对，我看到好像每一盘的贡品上都有这个，一个刀上面这个白色的粉末是盐巴，都要有刀和盐巴，这个是什么说法？给我们的祖先跟神明供奉我们这些大鱼大肉，要有刀来切这个鱼肉，盐巴又可以来调味的，可以调味，特别有这种拟人化的一个感觉，感觉亲近了很多。东关寨不仅仅是一座藏在深山的古堡，更是凝固的乐章、石头的侧叶、艺术的载体。它所承载的百年历史背后鲜活的故事，以及风雨中积淀的精神风貌，都因闽都文化的传承折射出耀眼的光芒。